大家好，我是白丁啊。今天那个讲跟钢笔没有关的东西是一个笔套，是对我最近买了一个新的笔套，然后顺便换了一个新的角度，看看你们看的那个习不习惯这样子。因为我本身不是用这样子一个笔套，然后顺便讲一讲你们买笔套的时候最后要注意的一些事情这样子。调一下角度，现在角度会比较远，因为看得比较清楚，我手应该会感觉比较大，不会像之前那个那么近啊。但是那个本身钢笔的频道，我会还是用本来那个角度这样子。好，那就不废话那么多。那这个笔套是这样子的，我买回来呢是只要人民币大概20块左右，反正不贵啊，不40块左右。另外，因为是这样子呢，首先你看，就反正挺软的，整个摸起来。但是它这个是瑕疵品，本身的不是瑕疵品，那个100多，然后我买一个来试一下，发现还挺不错的，本身是一个拉链，然后外观上面没什么好讲的，就很正常，就是有些收边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很好看，像这些不知道，你看这里，就是不是特别好看，但是不影响你使用这样子，因为我本身用的是这一个。什么康桥啊的一个，你看它还有一个适应这个品牌的，在那个淘宝上面丰源行也有卖，但是这个笔套呢是我本身用，我先讲一讲这个，再讲我今天买的这个吧。那这个的话，反正这个笔套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子，这个笔套反正它里面有夹层，挺好的，非常好用，有点偏硬的这个皮，我用了半年左右了，然后呢，这像这种爱成这种，我因为这三根是我日用笔，那这根反正就原子笔，不明的纸我就用它签。或者写东西，然后这根是日用的百利金 M205， 还有一根我签字笔，这是我三根出门日用笔，然后是这样子，我这根放进去，哎，你看刚刚好，你看整个笔套可以用的，那这个笔套是这样子，然后但是如果我放百利金 M205 的时候，对吧？你看，哎，没了，对，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小笔它没办法那样子用，那这个笔套的话是这样啊，现在有这个的话就方便很多了。那这样，看一下，你看这个笔套，反正就是说不是很大，17厘米左右，然后16、17吧，然后就这样子6厘米，你看宽度其实还好，我平常放包这样子，然后笔中间其实保护作用还是 OK 的，挺好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大小问题而导致我想换一下一个笔套，而且平常就这样子一个笔套，我觉得有点怎么说，没法装逼，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个试一下，那这个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主要就是这个。然后我就这样子一插，而且第一次体现到笔夹的功能。然后一个就是我爱成这么大的笔，对吧？你看就有点那个，有些朋友会说怕就是说我拉链拉回去的时候刮花掉，对，但是我认为笔还是要有点痕迹，我不太喜欢说太新的笔，我也不喜欢说像现在那种青铜什么的，我就很短时间内能把一个笔做旧，我也不喜欢，我喜欢慢慢的这样子，有点耐性啊。那你看现在我就三支笔这样子放在这，然后第一次体现到笔夹的功能的，然后就刚好也试一下，有些哪些笔夹太紧或太松的，这次都能看得到。然后那个。这个放我一开始以为会很厚，其实不会，我放了很多张，比如说一个图书证，对吧，你这么一放你就发现，对，其实这个东西不会说像别的那个钱包那种就经常放很多张然后就很鼓，不会。而且旁边还有一个地方我很喜欢的，这个我是拿来放信用卡的，但信用卡我就不漏了啊，就平常放信用卡还有那个银行卡嘛，放在这，然后平常取钱或什么有些小票我可以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对，就这样子。但是呢，我现在是这样，就是拿一块这样子的布，对，这样子的一块布啊，这样子啊，这次我觉得你们看应该会舒服很多，或者我钢笔我试一下也用这个角度拍吧，就这样，等一下啊，就这样子对半，对吧？就反正就是一半的时候呢，我就这样子塞进去，因为你不用尺子这样子怼进去的话不太好怼。那比如说你先让我弄一下啊，等一下啊，对，所以就我一边讲嘛，所以呢就这样子，比如说平常我去跟客户我去聊聊天的时候，对吧，然后可能是说或者请朋友吃饭，那这样子打开的时候人家看到钢笔，其实我发现现在钢笔会比那个手表会更有，就给人更有一个细腻，你看我现在就这么塞，就尺这样子怼，慢慢塞，然后呢尺子先拿出来，然后再这样子，就是说需要一点那个巧劲，然后就慢慢子这样子推进去。当然你有心，就是说也就说明它这个东西它下面，就我想说的是它下面是比较紧的，当然就我还是弄出来好好再弄。
就所以说这个单，而且这样子的话，主要是为什么？就是说我这么一弄的时候卡在这，那我是想刚好这样子，这样子放进去的时候，这次这个角度还真的还没习惯，就这样子，反正我理想中完美就这样子卡进去的时候刚好这样子，那我这么一夹撞不到这样子，懂吧？但其实我不放这个套会不会夹？其实也不太会，我这么打开一看，你看。其实也碰不太到，而且一个卡滑几下我就也不会滑到那个，那看你们喜欢吧，但是我是喜欢放那个小票。但是如果是说，因为我网上看了很多笔套都会有这样子一块翻的，像那个卡口那个，我以前好像视频里面有小小的炫过一下，但那个不好用。为什么？我不太喜欢橡筋的，因为像这一支笔如果是这种是铜的嘛，因为有些大部分都是用那个塑料嘛，就树脂嘛，其实就塑料，同一种性质的，本质上那会怎么说，像这种百丽金这种塑料的一根，有一次大妈说，哇，你花那么多钱就买一根塑料杆，我说啊对。然后如果是说橡筋久了，然后这种塑料它时间久了会那风化脆化这样子，所以说我建议还是买现在这种皮的，然后有一个笔夹这样子。那你说你像那个之前我做有一根笔，那个墨匠 M2， 那没有，那没关系，那就没办法，对吧？但是那种那种笔通常都放笔袋，我通常我认为是这样子，然后整根就这样子我一放，然后整个这样子一拉，然后长次品我不确定是什么问题，但是我顶部这里你看它尖的，它不是平的，整个一看就是我打开的时候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打开时间久这里肯定会被我刮花，我觉得是对，所以就主要是这个问题吧，其他就还好，我认为是，但是总体来讲还是 OK 了，有点坏就坏掉呗，反正就这根笔我也不打算卖或什么的，乐用，有点痕迹也不错，然后就大概就这样子了，就而且就还能放放小票，比如说银行卡有时候我取钱的时候会放有一张小票嘛，对吧？我会放在这，那有时候付钱然后一拿，然后别人看到，然后又有个话题，就大概这样子一个情况。然后这个瑕疵品那个不会不贵，也40块人民币。但是如果像他，因为之前有些笔台湾观众有问我说，能不能转寄台湾？我不确定，这个真的要卖店家。然后这个反正那一个原版的还有瑕疵的这个我都会放在那个链接下面。对，大概就这样的。好，那一个视频就到这里，那一个就谢谢大家。